放心吧，小学妹，飞机也就俩小时，这一路上我会照看好小师弟的。到了学校归我管，晚上我给他盖被子，绝对不让他感冒。吃饭交给我，我带了很多泡面，吃不惯那边的饭，我就给他煮泡面。哎，光吃泡面没营养，还好我带了火腿肠。小学妹，你就放120个星吧。嗯，你们六座大山，非得我把愚公喊来才肯走吗？人家小两口道别，你们凑什么热闹？快点走了。走了。走了。 我不在的时候要多吃饭。我直播给你看。每天都要跟我打电话，每天都要跟我视频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我不会打扰到你吧？我就喜欢被你打扰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巧克力，什么口味都有，一共30颗。你每天吃一颗，吃完了我们就能见面了。 你回来以后，我们一起看日升日落，一起仰望星空。谢谢，抱一下。 记得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脏活累我找翻译。我知道，你快走吧，我急了就不好了。再见。 爱你，我先说的。不是说来医院给我送吃的吗？啥时候到？饿死了！糟了，又迟到了。我给你带了胡萝卜蛋糕和蔬菜饼干，比例都是调整过的，绝对营养健康。你多吃点补补啊。 不是吧？你哭鼻子了？哎呀，我不就是先去骨科报了到吗？来迟了一点点，不至于哭了吧？喂，干嘛呢，大哥？王哥，你看，这个辅助妹妹跟我打了3局了，全程保护我，你说她是不是喜欢我？ 他一个常用英雄式辅助的人，跟你这个叔叔一起打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你不懂，他把我保护的特别好。前面有一局我发挥失误，队友说我，他还帮我说话。嗯，我恋爱了。他的ID叫人家超可爱。嗯。
会不会是男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么软萌的名字，怎么会是男的？那他有没有跟你语音过？那他是不是只有打字的时候叫你哥哥？我们女孩子是不会起这么肉麻的名字，并且随意叫人家哥哥的。吃点东西吧。还是婉哥对我好啊。